在花园的角落，穿过第一道门，走过我们的第一个世界。我们要不要听从画眉的欺骗？精灵手拉着手，走向荒野和河流。因为这个世界哭声太多，他不懂。不喜欢那个什么事儿一窝蜂的上，那个什么潮流啊，什么运动啊，什么我都不喜欢。哇！但我承认很多运动是很伟大的，但是我不一定要参与。你可以关注，我可以旁观嘛？对，我可以旁观就行了。就是说有一个客观的美术史，然后有一个我个人的美术史。你是在你自己的世界里，对，我个人的美术史那又完全不一样。那是不是你的艺术的呈现的状态也是完全尊重你内心的选择？我当然了，这是肯定了。所以我一直这么多年我就是这样。我觉得这点我跟毛燕很像，就是我们都按自己的需求去画画，并不按照潮流啊，按照现在大家在做什么呀。我不是不关心，我们很关心，但是呢你也知晓自己、啊、对，也知晓自己怎么做是自己的事情。我刚刚看你在写生的时候，其实你是蛮享受这个过程，非常享受。对，我能看出来，尤其是当那个黄昏的时候，那个鸟归巢的时候，鸟叫的很多的时候，那样的话，你听到各种声音反而会觉得很近。对，一下觉得好像是不是在古代啊那种感觉，在那写生，让我一下就有点脱离现实，有点。这是你想要达到的你的审美。脱离现实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词，我觉得。是您故意是要和现实保持距离？对对对，我觉得现实不值得如画。现实不值得画。不值得画。我这话，我的话都是写实，但是它并不现实。我觉得我有个很固执的观念，我觉得现实跟艺术的距离是很遥远的。比方说，我画一幅肖像，你说我怎么去画这个女人，让她又像她，但是又 有一些东西，你说是我赋予她的，我说是我看到的，我要把它画出来。那么它跟生活是有距离的。我要说的刻薄一点，我觉得生活本身太过平庸，不值得入画。我觉得我画画的世界应该是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那些贴近灵魂的描绘，为时代提供了不可遗失的美好和感伤。那是刚刚醒来的草的青色，是久违的透明清冽的春风。你觉得你真正第一幅自己满意的创作是什么时候？满意的创作呢，还是春风已经苏醒了。我们当时老师不让我画这个画，他说我是毕业创作啊。他说你究竟要想说什么？这个画你要讲给我们听听，这个画的看点在哪儿？你去告诉我们。我说不出来，他就所以不让我画，我就偷着画的看。后来连分都没给我们，老师很生气了。我想纠正一句，一个叙述方式，就是画画的本身可以画得很情节的，非常情节化的，就是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故事，对吧？这种画也很多，而且很多也是好画。
但是呢，我喜欢的画不是这样。我喜欢画，你还要从《春风已经苏醒》开始，包括《青春》什么的，也是它没有什么固定的叙述方式。这些形象啊，我的线条啊，我的色彩啊，就是我要说话的语言方式。你当时一系列的，就是都是跟青春和知青画了一些，画了一些关于知青的生活，但画的比较少。就这个青春是算是比较重点的一幅画。当时还是有一些宏大叙事的那种要求嘛，内心哈就想画一个像纪念碑一样的作品，所以我就选取了几个典型的场面，比方说一个地平线，一只鸟，一个实际上是一只鹰，当时不是叫什么天高任鸟飞嘛说的，然后这个一个女知青。这个女知青我觉得代表我们这一代人，是您当时的您的生活环境和您的心境，生活环境呢它有个综合的印象留下的，就是这样荒原的这种苍凉。对啊，当时就是这样，我现在都很喜欢就是那种黢黑一团的那种地方，我就回忆起那种下乡的时候那种情况，我觉得很舒服。他享受夜的漆黑和神秘，源自荒凉遥远的知青印记，源自镌刻着美和自由的灵魂底片。那为什么你喜欢那种感觉？哎，我喜欢，我觉得那种里边包含了一切东西在里面，黑暗那种，很多诗意的东西，诗意神秘，然后调性，不可知的东西。你看下乡的时候那么苦的生活，然后绝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苦难的这种日子，但是我居然从里边体会出很多很多非常宝贵的那种抒情性的东西。那个不是装得出来的，你知道吧？当时在真的是这样，对。人就处在那种环境里边，几乎是就仅仅能活下来那种环境。我就回忆那段日子，我说我为什么可以从这种生活中去体会到一种近乎美的感受呢？我觉得是不是我天生就是要审美？就是这样，就是好像就是能够超越这些，当然我说的这种苦难肯定是可以承受范围之内啊，而且精神上你必须是自由的。哎，是的。在那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可以超越它，然后去体会到一些就是审美的东西。这可能也就注定我成为一个画家。我出生时看见夜里的生灵倾向我，皂角树站在窗前对我施以暴力。这是诗人翟永明在1980年代写下的诗句，因了他，有了我们熟悉的小宅。那个是一首叫《静安庄》的一首诗，那首诗是我下乡的时候的一个经验，一个年轻女孩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所以呢，有一种惊恐的感觉，有一种就是觉得到处都有一种不安全感。他的那幅画里面其实不仅仅是我的那首诗，但我的那首诗在里面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他那段时间对现代诗的一些理解，我想他把它画在画里面了。当代诗歌激发了何多苓的文学情结，并且影响持续至今。1980年代的时候，我可能受那个欧阳江河和翟永明他们影响，因为原来我是读中国古诗，后来就一看到当代就是西方的当代诗歌时，我一下我觉得太棒了，我就特别吸引你，特别吸引我。我根本不打算去看懂一首诗，我就觉得东西它的好处就在于我根本看不懂它，而且不需要去看懂它，然后它的这种力量就在于它那种它的整体的语言的错乱啊，像那个神经错乱一样的，或者一些废话呀，一些那种倒置，就是并置或者是意象的那种非常混乱的东西，让我感到哎呀很激动。比如我说那个艾德顿的第一句，那荒原的第一句，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你怎么解释这个话？你怎么解释这个话？为什么叫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
类似的这种东西啊，让我，哎，我看了就心里觉得，就太爽了。然后比如说我画那个乌鸦是美丽的，我是直接受一首那个就是史蒂文斯的《观察黑鸟的十三种方式》，他说的黑鸟其实不是黑，是乌冬，但是我想到了黑，想到了乌鸦，然后他就里边很多句都是谈到，比方说在五十座雪山之中，唯一在动的是黑鸟的眼睛。什么雪在下，有它中间有一段就两句，雪在下，黑鸟在飞，哇，我觉得这个太棒了。是，你为什么把我说不出来？是，我就这种感觉在我心里激起一种那种动荡。这一下你的画面感出来了。哇，那种动荡，对，画面感，我看什么东西都有画面感。是。因为您是喜欢诗歌文学，我就想知道哪样的词汇形容您的话是比较代表的。我觉得词汇都太有倾向性了。嗯。也不能说是美，因为美这个东西它也有很多歧义在里边，是吧？因为我并不喜欢某种通常意味上的美，我不太喜欢。你看我选的模特也都并不很漂亮，什么？那怎样的女性的一种美能打动你？我说她是有点瑕疵的，不是那个杂志封面那种美，而是她里边有她个性化的，有她这个她个人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还有岁月的痕迹的这种美感，她可能会在画面上带来很多复杂的这种可以延伸的内容。而不是一光画出一个表象哈，美的表象给你看。你认为一张好的画，嗯，它重要的因素，它应该包含哪些？好画这个东西很难说哈，现在好像没有标准了。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个标准，每个人心里都有对好画都有一个很确定的标准。你的标准呢？在我看来是必须有绘画性，就是说我不是用国画的语言，也不是用水彩画的语言，是用油画这个语言，就是说我喜欢的东西都是纯粹绘画的。就是回归到画的本身。比方说你收藏了一幅伦勃朗的画，嗯哼，但是过了这么几百年，你对伦勃朗当年画这幅画的背景、时代背景什么一些这个画的故事情节你一概不知，但是它是一幅好画，你一目了然，就这样。一个是绘画性，还有呢？那么还有就是说它这个画它能够它有一些就是不是一个旧画论画的东西啊，不是一个就只让我们看一张画，而是它这个画能延伸出一些别的，让我们产生一些别的感觉的东西。那是不是意思就是说，您的画还是一种意境的表达？你说意境也可以，或者是某种文学性也可以，或者某种叙事性也可以，但是它都是前提都是用绘画语言画处理出来的，就是不是用别的语言。我可能有点过于迷恋技术吧，可能我就。技术好不一定是坏事，我还是觉得，虽然很多人认为炫技是格调不高的表现，但我还真不这么认为。我是很对自己对完全就很能够放弃很多东西的，我就因为80年代我的话很成熟了，大家也承认是吧？嗯。但是我90年代我就完全盘抛弃那些东西，又从头开始。90年代是因为你去了美国之后？是，那是，但我不去美国可能也会变。因为你觉得不满足于了？他觉得该变了，对我内心觉得该变，我就会变。我在美国大都会看了一些中国的那个国画以后，开始了，后来我就很迷恋这个古人的画，我觉得
既有他们的时代感，然后又能有很多他们的就是中国人那种特有的那种情怀在里边。跟写诗的问题一样，我再看我也没打算去画，就是这样。你并没有就是去研究它的笔墨，并没有就想着去画水墨了，就是要用水墨来表现。水墨的，对啊，没有想到要使用水墨的工具，我就想的是，哎，我画油画的时候要把这些东西要融进去。那是怎么才能把它很好的融进去？90年代的话，我就引进了一些，比方宋人画的那种，它的肌理，就是所谓肌理，就是它，比方它经过年代久远之后，它留下的那些疤痕啊、水痕啊，还有就是那个时间留给它的，对，时间之手画下来的东西，我对这个感兴趣，我就把它用到我的油画的背景上。用到背景上，我前景还是画我要想画的东西，但是背景上我把这个东西用，我觉得就好像进入历史的某种这种时空的感觉在里边去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个过渡阶段。然后到2000年以后，我觉得我找到一点，就是稍微有点苗头，就是我觉得笔墨上我有点感觉了，有到一点那种气韵。我觉得就是需要学他的一个学他的那个精神。抽象，把精神抽象出来，然后把这个精神融汇到自己的那个用笔里边去。您后来到哪一步的时候，您觉得我的转型是我要的转型？就是差不多就是这几年了，花了很长的时间。2008年、2007到2012年，我的个展是2012年嘛。嗯。那会儿就开始，我觉得这比较有某种程度上有这个阶段性的成熟了。我自己也比较喜欢了，画起来比较自由。就您回头再看看您各个时期的这些东西，你一直在变，您最喜欢哪一个阶段的你的创作？还是现在的还是现在，我还是对现在最满意。我这个人不是太恋旧，就是以前的画过了，我就算了，就放那儿了，就也是，所以这画不在我手上，我也没有什么很遗憾的感觉。我觉得别人可能收藏的比我还好。是。然后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东西，尽管很多人喜欢我过去的东西，但我还是喜欢现在的。那您今后的东西呢？你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肯定会更好一点，更成熟一点。不变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能认识我的画的这种感觉，这种总体的这么一种感觉。这些女性还是会作为女性，当然肯定是主角了，就是，但是也可能会画一些男的，还有就是一些风景吧。就是一些消失或者正在消失的风景什么的，都会长期的有的。哦，还有就是画面上人可能只有一个，不会超过一个人。我都是不喜欢太多的人，不喜欢大场面。嗯。而且我的画确实就是跟我这个人特别像，就是里边我要给自己找到这么一个世界，就是可以在里边立足的，然后才让我才可以在这个现实中生存下去。我觉得这点很重要。一直以来，他带着细腻的疏离感，与时代若即若离。但拨开层层外衣，他是诗歌，是音韵，是内在的传统生境。他是何多灵。